好，这里是 QTV 一分钟带你了解创意编程、艺术与科技。上个视频我们讲了 Taco 专辑封面挑战的上半部分，这个视频我们继续。跨的第一个点的坐标我们试一下150、220，第二个我们试一下250、220，第三个点是要占据画面的右下方，所以是400、400，最后一个是画面的左下方，所以是0、400。咱们不想要描边，所以加一个 no stroke， 无描边的意思。画完了，目前这个颜色跟专辑封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，我们来调整一下。秘密武器就是这个颜色提取插件，我们可以从原作那里提取颜色，然后调整我们的代码。最后的成果还不错吧？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代码和每句代码的中文意思。你可以练习其他的专辑封面来巩固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。欢迎你在留言中跟我分享你的作品。